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只有五块，却是八级难度，半个小时差不多。这五块拼图的形状是完全一样的，像这种一般都不会太难，我先上手找找感觉。这里就差了一点，还是多一块。目前还没有任何思路，试了很多方法，五块应该也不是对称啊，光看盘子的缝隙再放一块完全没问题，难道是斜着？啊，什么情况？拼上了！哦，太意外了，我以为半个小时绝对拼不好呢。看这个拼图的排列，你发现它们之间的规律了吗？还好没超时，这次纯靠运气啊。